喂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我们继续游玩吧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地图吧。什么是什么按？犬舍、靶场、发电机。先去靶场这好了。这是可以开吗？靶场太暗了吧？钥匙王者无法使用，但按下按钮还是可以开启车门和行李箱。巡逻车骑士神主的钥匙盒子。这是干嘛的？检查里面放有东西。哦，那僵尸会爬起来吗？就知道你会啊，浪费2颗。哦，你不会了。这个是，那你好，你好，来到公司的动物园的好朋友。结果还是射他了，这两个门啊，这是方块门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又可以直哦，这可以直接进来，我就不用射他了，那啃就好了。怎么还一只啊？OK，拜拜。好像全部四发而已啊。好，那也进不去，暂时进不去。好暗哦，太暗了啊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！好，走。这边吧，这边有东西走。好像红灯，不能走。这里是犬舍，有像狗的声音吗？有死路，蓝色药草。高级火药，黄色，OK。
多只哦。还有东西吗？好像没了。好，另外一边。验尸室。对，我们先去另外一边好了。他脸太硬了吧？这样你还没死。死在牢房的床上。都快没子弹了。它其实有写编号，所以你不用一个一个拉，但我还是想要一个一个拉。往后拉的。什么？啊，就是这个，好像会起来哦。我快没子弹了。这样子赶快退回去。它是有东西，有。哎呦！吓死我了！这么大只蟑螂啊！啊，蟑螂倒是我没预料到的。啊，红色药草。组合。这个是比如说有什么蜘蛛啊，就是不会中毒啦。然后那个这活跳跳的僵尸不知道有没有东西耶，哦天哪，好累哦。然后那我们先回就是停车场这边，然后我们先找那个钥匙是哪一个？啊，这个。
是什么枪托，可能枪支一次发射三发子弹的组合。我怎么好像觉得他变大个了，这可以丢了，红色就可以丢了啊。没子弹，那我们快转吧。然后这边好像刚好可以弄那个菱形的钥匙，这里。红色药草。又是胶卷，这里像是哪里啊？这个小房间而已。好，在这里吧。好，这里是什么？发电机室。哇，好可怕！那我们继续走吧 ，Go Go！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声音？火药，火药，组合。服装电子零件检查，OK。是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
你开会什么东西出来？这样吗？太小了，这里啊，这有个洞啊。哎呦！吓我一跳！然后现在我去哪？看起来是打开的啊！不要吓人啊！应该是回到刚才那个门打开的地方吧。被吓好几次，哎，我要我觉得这里好熟悉哦，这是哪里？哦，休息室这啊 ，OK， 警卫室。好，打狗用就是。打狗用那个散弹枪还是最快的，一发搞定。先开灯。火药，存放胶卷，胶卷是不是可以放啊？这个什么？哦，这个是电子零件。这样的东西，子弹，太棒！我最需要子弹了。
下这个，钥匙这两个都可以拿掉，然后我觉得这些可以放到身上了，胶卷也放着，这个火药麦格龙，这个存放着，麦格龙的弹药比较少，好了，先存个档啊。哦，好，找不到他。路上好像还有僵尸哈，我怎么觉得好多只哦，一次杀两个。当初那个救艾瑞特的门吗？我还在吃他尸体哦。还没死，哦，在当初那里吗？闭锁。按住这个，为什么他都不死啊？弹啊！
这边应该没东西了吧？这边锅炉这边我锅炉这边好像挖一下还进不去嘛哈，这边还进不去。然后这个钥匙是，超没意义的，下去又回来。嗨，马文。队长，对不起，队长。所以说这边的话，菱形的那个钥匙可以用在哪里啊？各位找一下，应该不是这里了。哦，对对对，真的是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走到这边的资料室，把这个红色门打开。哎，不能用，我是爱心四哦，好吧。有两个哦，我靠，硬直是不能打他的，对我了，丽卡，气死我了。这里可以丢芭蜡吗？那我就不要丢好了，因为浪费。
应该不是两只吗？好，解决。应该没东西吧？怪物重生还是很麻烦的。就主要是要弄胶卷，弄这个三楼置物柜，哈哈，这个没有用啊，我已经解锁了。然后刀子拿着。好，存个档，我们再走回去吧。走回去的话，躲西侧办公室。这里好了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那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你看这个塔，像我更新影片，你的收藏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